女人在这两个时期的欲望是非常非常强烈的，这个时候呢，同样也会控制不住自己。那男人一定要懂得去体谅他们，配合他们，要懂得呢抓住时机。第一个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啊是人的感情最容易爆发的时候。如果说在他面前呼吸急促、语言混乱、不知所措，那说明啊他对你已经有了兴趣，整个人都会变得不安，无处释放。在这个时候的男人呀，你们应该知道该怎么做了吧。第二个呢就是身体碰撞的时候了，你们接触的时候呢，这身体啊碰到一块儿了，这个时候欲望就会被快速的上升，那你可别带着那一股什么烟味儿啊、油味儿就上场了。我教你们一个让女人们沦陷的方法，就是用香味儿来制造氛围感。这款沐浴露洗完之后啊，你的身上会带着一种高级的古龙香，每当你慢慢的靠近他，四目相对的时候，他就闻到你身上这股迷人的香味了，就是那种酥酥麻麻，想抓又抓不住的感觉。女人们都会误会的，误会这是从你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魅力。